你们不要再去抢那种又薄又小的悬挂树脂了。你看我抢这个可是巨无霸的大包装，这个价格呢到手是6大体，你看每一体呢是1300张的。它这纸张呢打手一摸就特别的细腻绵软，是一个5层加厚的，而且没有任何荧光剂的添加。买回了27.96块6体，之前买别人家都是29.96块6体啊，它这个确实便宜。再来看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正好6体。先看资质啊，生产家资质都齐全的，然后它净含量是1000张每包，然后每张纸是5层的，那它这一抽就是260抽，一会儿咱们查查它够不够数啊。然后材质是原生木箱，质量等级是优等品，它这个质量是不错的。再来看看啊，纸张大小也是很大一张，咱看看它是不是5层，1、2、3、4、5，确实是5层。再看看它含不含荧光剂啊，这是有荧光剂的桌面啊，不含荧光剂。再看看它韧性怎么样，看能不能拎起来手机啊。3、2、1，走你，可以啊，没问题，韧性不错。再看看它容不容易水啊，可以，全都碎成渣了，容易水啊。再燃烧一张，看看它材质到底有没有问题。燃烧的过程中都是冒白烟啊，而且没有刺鼻的气味，就是烧木头的味道。再看一下它燃烧后的灰烬，并没有油性的胶状物质啊，全都是这种碳灰，一捻就碎了，很干爽啊，材质也没问题。我找了包新的，咱看看它够不够260张。1张、2张、3张、4张、5张、6张、7张、8张、9张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60，哎妈，正正好好260张，它这个数量够，而且抽取很顺畅，也没有连抽的现象。这纸钞给大家测完了，这个确实是我测过最便宜的纸钞，而且质量等级是优等品。以前别人家都是240来抽，它这是260来抽，而且价格还便宜啊，可以推荐。